过年，人与人之间呐，见面了，那一份亲切感，都很期待了，不是一天的过年。要从心、口、意，他们呢？三个字啊，也明显的排出来，这都是创意啊，都离不开家的人。家的人呢，核心白的，白的颜色中间不会串了一个黑的，他们呢如归如律啊，总是呢诸行委婉合乎起来。赶快家的人，大小法轮都可转，老中青啊都可以去转，看看，这就是菩萨。画面呐、也都很壮观。他们呢，拜年呐、也是呢，人很多，用心展现出来的，都是和和和谐哦。爱心香捧入了这头土里去，一一呢去宣导了火灾、林火真正的危机的，请大家要发出一份爱心，提出提高境界，好好的虔诚祈祷。要共同来关心天地间的，虽然在过年，人人呐、都是欢喜平安过年过新年，但愿我们要日日新过日新，要真真的要把内心的深处的烦恼一一清除掉。人人呢，要用清新的、无染的这一念心。在那样像炼狱一样的热度，而且很危险，真正的物质提供给救难人所需要的冰水、汤水、点心等等等等，支持了他们的生命力，发挥救灾的能力。这都是每一位在每一个角落去发挥他们的良能。生命的价值在哪里？有历史可细说的，还可以互相提醒一下，这种生命连结的价值观啊，实在讲很多啊。顾好
这一念情，我们就是结有情，家就是亲情，那双情合一，感恩菩萨们爱的能量编织了这么美好的慈济世界。